Yes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顺，今天我的 co-host 是 Valerie。Hello。说那天我的女儿去图书馆 ，library 借了这本《熊宝宝猜谜语》，今天她来说，她来问，我来猜，如果答对的话，我就画她的脸哦。如果猜错的话呢？我就画你的脸。说，你们认为谁会是小花猫 ？Let's go。耳朵长，尾巴短，只吃菜，不吃饭。你猜是什么？长颈鹿。答答。不对呗？那是什么？兔子。下一题，来吧。粽子脸，梅花脚，前面喊叫，后面舞蹈。苹果。哒哒。不好意思。石头。哦。Okay, number three.团结又勤劳，有时搬粮食，有时挖地道。牛，一定对的，这是 yes。It's ants。哎呀妈呀！挖地道，伟伟还讲挖地，这个给你画，你画。哎呀，没有听清楚。地。来，再来，快点。再来。个子虽不大，浑身是武器，剑敌缩成团。看你怎么办？你暗示，文心。If I give you this hint, maybe you can get it. Three, two, one. Okay, I give up. 快点。Porcupine. Porcupine 是什么？刺猬。啊？刺猬。什么是刺猬 ？Porcupine。好的，那个身体尖尖的。哦 ，OK OK OK。来，我画。要画的我头发。小小船，白布篷，头也红，脚也红。完了。呀，这首呀 ，Any hint？ It's a bird. A type of bird. 那个酸啊，那个在水里面的那个酸。Correct. Oh my god. Yes. 哈哈哈哈I draw a star, very beautiful. Let me see. 像猫不是猫，身穿花皮袄，山中称霸王，赢年他当家。呆哥。Merry Christmas. 头插花翎翅，身穿彩旗袍，终日到处游，只知乐逍遥。
潇洒的哦。嗯，这个是不是 animal 呀？啊，这不是 animal， 是 insect。鸟咯，那就是鸟了嘛。耶，你猜错。这是什么？是 butterfly。鸟是。画。今天总共有七题，我答对了两题，是不是很棒？那你又答对了几题呢？留言，我们在下面让我知道你答对了几题。圣诞节要到了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拜拜！拜拜！What you got on my face? I don't see.